那些年我们一起看过最瞎的面板，这是我看过的 iPhone 手机刘海。还记得那些年大家一起嘲讽的刘海，这是我看过的三星 Note 10，这是我看过的佛祖。我第一个在脑海里闪过的画面就是如来佛，一个从天而降的掌法。难道手机也要跟佛祖致敬了吗？这年头大厂纷纷把镜头融入在荧幕里面，看一看还是会勃起的小米最令人期待。你以为小米会勃起的镜头已经很厉害了吗？其实还有完美全荧幕，那就是三星 A80。但是这只手机不是勃起镜头，自发自跟小米 MIS 山友87%像。让我们听听同样是做手机的台明兄怎么说。大哥啊，拜托你了，好好的思考。专注在 A80 全面板的设计不是很好吗？前后都能用，又能够抠屎斗荡。竞争力就是靠抠屎。但是天底下没有完美的人，就如同三星 A80 居然没有专业摄影模式。违背你的最重要的价值。加油，好吗？